游行已经开始了，我就跟在他们后面。哎呀，今天一来就赶上节日，挺好。这面的这个楼盖的是真漂亮，很像是北欧。哎呀，这边能不能过去不知道，好像是不是有保安呢？我们就来侧翼吧，侧翼突围，看看今天什么什么，让不让过呢？老兵纪念。警察这不少啊，这个大广场多漂亮，你看看。哎呀，真的，我觉得这个地方真是确实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感觉非常的非常爽啊。这个女人朝我笑了一下，她长得好丰满。OK， 我们到了。这拿的是什么国旗呢？这么多老兵啊！这是老兵纪念徽章。哎呀，我也参加一下老兵的庆典吧。人好多，人好多。